是平安夜。我是好人，不要讲什么不得了的东西，我是平民。刚刚平安夜说完，我一往那一点，他就，超明显。我还想你就是你，没有针对你的长相哦，没有，就是一点就是，就这样感觉，精彩而已，精彩，没有资讯，就这样。你两个，请底下留言。你干嘛？干嘛跟风啊？你刚刚什么？我跟你讲，蔡长这一局真的有问题，因为我刚刚有听到一点那气的，就是这种声音，就是好像在跟佩君就是讲说要杀谁。我跟你讲，然后这一次他刚刚又偷偷跟风，因为如果他是平民或好人的话，他其实不会那么相信的别人，他很有自己的意见。然后呢，刚刚徐凯还有就是被我抓到有一个地方，就是他看完牌就眼神有点怪怪，好像怎么会拿到这个？然后大家都不太喜欢拿到老人。你真的小心哦、喔，然后我是一个好人。我先解释一下，刚刚我其实不是指他，是指在小吴踩了他过后，他竟然把手放我肩膀上，我就想给镜头看，我指他的手。我应该这样放，是不是？可以放。没有资讯，就这样。我跟你讲，大家真的不，请底下留言。好，所以前面其实那个资讯就是他觉得他很像狼，然后我是不会轻踩他，觉得这个还好。对，我错了。他后面的发言。因为前面我觉得都蛮正常，我觉得宇谦这局我先保持一个问号，因为他是第一个，所以也没有什么资讯嘛。然后二号的话，我觉得他有一点在硬踩的感觉。其实我觉得拍手这一点感觉还好，因为当下是每个人都在拍手，但你就感觉是想要故意踩一个人，但不知道你想要多一点话聊这样子，所以他笑得很开心。说就是请网友在下面留言，所以我觉得陈慧应该不是狼，因为如果他是狼，他就说留言的话，感觉就是怪怪的。那我觉得蔡长勇这局应该是狼，我刚刚有听到一点点气音，然后在陈慧踩蔡长勇的时候，佩玉有笑了一下，感觉是那种哦太快被抓到了那个样子。陈慧有说一下徐涛的表情，所以我等下也会特别注意。前面是没什么资讯，但是刚刚宇谦发言的时候，他紧张，可是不知道他是平民紧张还是狼人紧张，他就这样子抓了一下裤子，然后就开始抠手。没有怀疑，只是讲一下而已。然后我是平民过，我是平民，目前上已经有五个平民了，但是我100%我真的是平民，有可能有狼或者是有神子在隐瞒自己的身份。我觉得宇谦虽然是第一个，但是他过水真的过超快。我觉得常勇真的是怪怪，但是他一定不开心。他平常嘴角是往上的，他就要往下。所以这一局如果要投的话，我会选常勇。我不是平民，我是平头。我在预言家，然后我第一晚宴陈慧，他就讲查杀，直接查杀，他就是网友请骂他，所以直接那个骂陈慧，然后大家请相信我是预言家，这个人当预言家就是一种正气凛然，绝对会带大家获取胜利。重点是我直接查到一批羊，所以我觉得我直接跳出来就好。下一晚假如我死掉的时候，反正我一定会死，就算我不跳预言家，我下一晚也会死。所以呢，大家请这晚跟我一样投陈慧。你的徐凯要怪怪的，对，他好奇怪哦，发言发了什么鬼样？是不是很想被骂？跟平民身上，一定会找狼的那个方向去找。小吴跟安生应该是两匹狼。我替龟票位怎么龟？我先说我是平民，一开始就觉得安生说的很奇怪。一开始他说宇谦什么过水过太快，可是他就是第一个，他根本什么都没有资讯，他到底要讲什么？这不构成就怀疑他。生气了，好凶啊！双下巴，好，你要这样讲。我这局我会投海炮，因为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是预言家，因为我看陈慧，他就是好人的表现。再来会欢迎，走，欢迎安生。大家想清楚了，5秒后我们来投票，可以投也可以不投。5、4、3、2、1，我这边有一票，大家都投海炮吗？
还好三票，哇，高票当选，耶、yeah! ！拜拜，徐凯浩，那几道发言的机会了，因为第一轮死人可以发言。我是个平民，所以我假跳预言家，我也没有为什么，就只是想杀神会，结果大家没有上我的当，因为是真的是实在是太可惜了，所以请网友就是留言骂他。其实我尽管没杀到他，下一局还是会杀他。好，我是个平民，所以不用怀疑我是不是狼，我就只是个平民。宇谦跟那个安生有点怪怪的，加上平民死一个，然后好人能藏就藏。我们下一个规则好不好？是不要票还好，要让他有发言的。女巫毒他，对，是毒的，他是六把杀他就不会发言。字幕要上太久。对，我们这样，各位聪明一点好不好？我们很辛苦哎，我们合作了。刚刚主持人踩我，我有点觉得莫名其妙，因为我其实就只是一个很下意识的东西，就是哦平安夜平安夜，让我希望玩很久这样的感觉，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。觉得陈慧应该不是狼，因为我刚刚特别偷偷靠近他那边，我刚刚发现我是在他闭眼之后我才闭的，他是这样闭的，他其实要动的话会很明显，注意到这块，所以他就算在你那个他是会起来，你知道吗？是会有这个，所以我先稍微放过你。开始我怀疑是安生，可是后来他就被杀了，不知道是不是有自刀的性。结束。聪明的小天使来着，他呢就是根据上一局的经验，他就是一个白痴，他一定是平民，我会觉得会怀疑他，可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一定会有一只狼，肯定哪两个？因为其实刚刚很明显，徐卡就很喜欢软玩，他不管他是狼人平民，他故意杀我，其实通常他就是很奇怪，是肯定要杀。但瑞雪他本来就是在这两个人犹豫中，我们三个一定是铁狼。但我现在我想保他，因为我现在还先留住他嘛。如果他真的是狼人的话，他也不会聪明到最后，所以我先留。然后呢，这家伙又可以沉默不语，也是有点怪怪。可是那两个我确信一定会有一只狼，因为其实他们两个蛮聪明的，就会觉得很奇怪，所以他们两个肯定有一只狼。然后徐卡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什么是狼。Anson 他就是一个。也是讲话不经大脑，都会乱讲话。因为狼人就是想要把好人或平民就赶快弄死，所以两个就会很有默契。为什么不杀他呢？所以我觉得这就可以看得出那边有一只狼。如果你再不发言，你也是岌岌可危，就一起去送死吧。终于可以讲很多话了。我先从一号开始讲，反正他讲他是女巫，我觉得他就是好人。然后小吴的话，我也觉得他就是好人。然后陈慧，我原本不确定他是不是好人，可是听他这样子的发言，我觉得他偏好人成分蛮多。我是冤家，我已经验了两碗了，第一碗我验了瑞雪，对啊，瑞雪就是好人。艾森如果是被狼人跟女巫同样毒死的话，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好人。认定了狼应该就是书生、家文还有老庄。而卡号我不知道是什么，因为他感觉就在乱玩。他通常乱玩不是平民就是狼人，不会有身份。我刚说第二碗我查了瑞雪嘛，为什么我要先说第二碗？因为我怕过狼人自爆。我第一碗验了书生，他就是狼，所以这局把书生投掉，然后再从老庄跟家文选一个，有本事你再跳过。好，我原本以为我猜中一定是狼，因为他前面很奇怪，原来他是因为当了预言家，所以才那么兴奋。因为我刚刚也觉得书生的状态有点怪，如果没有人跟着跳的话，我就觉得他做实预言家。然后女巫一定是雨谦，因为他救了我嘛。小吴我还是保留了问号，但我觉得陈慧这局完全偏好。那小吴就是你不是说他整个是这样趴下去，那你也没办法确认他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状态，你会觉得他好像是晚上有视野的人，所以你才会那么清楚到他全程都是趴着。对，这是我的一个小问号，但我没有要踩你。然后我觉得这局老庄有点安静，但是他刚才也没什么发言的机会，他感觉就是硬要踩一个人，所以我会觉得他有点可疑，因为他故意抓一个以前有一个小把柄，而且我觉得以前没有紧张的样子，所以我就非常期待后面有人对跳预言家喽。我是想听听，我觉得蔡长元不是预言家，因为他刚刚说他是预言家，说安生等一下，我觉得预言家死了，对，他就是硬踩我们三个，但是我觉得小吴是他怪怪，因为他这一场就是上一场来，如果他是平民，他就会怕很多，他对他这一场有点安静，然后紧张，但是我真的是平民这一场，宇谦应该真的是女，我觉得陈慧是好，然后。
蔡长龙，我觉得他是狼人，我等下会投他票。然后瑞雪，我觉得他是好人，是因为我刚刚张开眼睛，他就是真的是这样趴着，所以我先相信他是好人。然后书生应该也是好人。然后嘉文知道，因为他刚刚手机响。没有啊，他应该是好人，但是我等下就投蔡长龙。好，我是院长。你滚啦！死啦！小吴要多过一眼吗？有，我就是狼。
你跟你说。啊，你可以再认真说一下。你可怕。好的啦，没了啦。好可怕啊、哦！到底是怎样？让狼人请睁开眼睛，今晚你要杀的是。他可以玩下去。好，狼人获胜。陈慧也被误会了，说老张，老张好像男哦，老张，这样好像你。有你在这，谁逼你啊？谁逼你啊？他只想要发言。王妹子，王妹子。好的，眼睛请闭上。